首先不如講下今屆啊，有邊幾個啊，好唔好？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劉德華啦，陳冠專家，係。另外仲有古天樂啦，係啦，殺破狼之貪狼啦，鄭中基都係第一次啊，係咁有配角，鄭中基係大樂師，為愛配樂，係啦。咁啊，另外兩個咧，啲人就即係形容為黑馬啦，一個就田壯壯，咁就係相愛相親，另一個咧就係阿凌文龍，咁就係黃金花。我哋睇翻啱講男主角咧，有一啲朋友創一啲記錄噶，其中一個我記得嘅咧就係佢有十次嘅提名，你佢得獎係幾多次咧？嗱，正確嘅答案係一次都冇。一年一度嘅香港電影金像獎又嚟啦！想睇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環球網絡直播，又或者收睇影帝影后訪問，立即下載 OpenSky.tv 應用程式啦～